堕进深海，那石头终会有一天，当真相渐浮，埋藏密码，用心推敲来发现，最阔的天，寻个碎片，谁制造骗局来源方，冷静目光。在那间房，谁纵没说话仍能讲，有谁伪装布满了太多隐喻的答案，你与我半生所做天会看，结局或意想不到将曝尽预谋，一次泪流，一世亦难受。全盘作碎心底那石头，方会有一天可真正自由。埋藏密码，内心分析，才发现最细的事无法概言。谁制造骗局来源方，冷静目光。